下班回家做一个麻婆豆腐。买的比较稍微硬一点的豆腐，我待会在锅里炒，它容易散，然后切成小方块。OK。拍一下这个衣就掉了。你点的时候有很多。刚刚弄一点嘛，现在多了，我给你做。切末。其实拍比较好一点，比较快，但是拍有点粗鲁，然后容易拍的那个汁儿到处都是，所以我还是选择慢慢切，然后刀工不咋地。开始想要切的比较碎，差不多还可以。就是在超市买好的那种碎肉，自己做搞一半吧。从外面做估计这个肉不会给这么多，自己家里做多放点肉应该没事。生抽，然后肉馅儿，把这个末给它放进去。好，放一下，然后加一点生抽，屁股都不要，小黄辣椒。好看，这个手套。料酒，切一点葱花，生抽。
玉米淀粉鸡精，鸡粉块那么点，改变主意，因为这个灶火太大了，太多了，肯定就来到两盘豆腐。用时属实有点多，用不够，一锅全是肉。本来说所以我说要，就才说要加一点豆腐，这点豆腐感觉不太够。豆腐放点黑豆，豆瓣酱，红油，这是灵魂，我觉得简直绝了。反正已经装了一盘，再装一盘。匀点肉吧，这个白肉还少一点。哇塞，简直了！太赞了！味儿超好，超级赞！这碗米饭，遗憾就是这个饭有点稀。也就有点湿，就是水好像放多了，不过豆腐还是很成功的，完美，嘿嘿，吃饭去了。